嘿哈喽哈喽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熊孩子强暴暴雨。哎，这里是咬一口甜甜的鱼啊。好嘞，今天呢也是跟暴暴雨一起来玩一张脑筋急转弯的地图啊。对，这张地图啊，开玩笑，脑筋急转弯这种小儿科怎么可能难倒我呢？你待会跟着我屁股后面看着我装逼就行了。你说的是认真的吗？对啊，我说的很认真，好吧。我为你打灯了，灯光师已经准备好了，请开始你的表演吧。好，第一个问题，两对父子前去买帽子，为什么只买了三顶？答案是一边答案是三代人，一边答案是还有一个人跑了。这个用膝盖想都是三代人啊。两对父子，对啊，重点是两对父子，两对父子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两对，对吧？然后第二题，如何分辨章鱼的手和脚？这个问题交给你了的。抓起来仔细观察，翻个屁给他闻，那肯定是抓起来仔细看看啊，这还用想？怎么了？哎，你咋还不下来啊？哎，你人呢？你人呢？我在下一关了呀。不是，你 ID 都消失了，好吧？对呀，我看来翻个屁给他闻吧。不是，作者你够了啊！你这什么鬼神？什么鬼脑筋急转弯啊，神经病啊！不，你这简直就是无厘头，瞎搞乱搞胡搞胡搞瞎搞。然后这一题是好马为什么不吃回头草，这个绝逼是这个后面的草都被吃光了。为什么是后面的草都被吃光了？来来来来来来，我来模拟一下、啊、那个当时的场景、啊、我是前面那头马，你是后面那头马。我一直往前走，我肯定是吃前面的草啊，我不会回头吃后面的草啊，因为后面的草都被你吃光了呀。没毛病吧？听起来好像没毛病的样子，但理解起来又有点毛病的样子。好了，下一题，闭上眼睛会发生什么事情？这肯定是看不见了，谁一闭上眼睛就能做梦的啊？这睁着眼睛说瞎话、啊、那应该是看不见了，走。然后这一题是放屁时谁最倒霉，这个、交给你了。肯定是闻到的人啊，这还用想吗？不对，应该是裤子。这肯定啊，我这是霸了这作者。这肯定啊，你放个屁肯定是你自己的裤子先倒霉啊。然后这一题，为什么母鸡腿短？因为母鸡本来就腿短，腿长了下的蛋会不会摔碎？这按照逻辑思维来，正确的答案就是这个。腿残了下的蛋会被摔破。对啊。哎，这个好像没毛病的样子啊。按照正确的逻辑思维，就是这个才是正确答案。然后这一题什么，网子里面怎么装水？装冰就可以了，把网的漏洞补上再装水，装冰啊。为什么要装水？厉害了啊，宝宝鱼。然后这边什么，巴基斯坦和卡巴斯基有什么关系？几把关系、啊、几把关系没关系，这个交给你了。那当然是肯定几把关系啊。哎，我想神经病啊。神经病啊，我游戏崩了。游戏崩了？对啊。要不我等你重开吧。来吧，咱们重开吧。等我一下，我开了跟我说。不是有毒啊？难道这个鸡有毒吗？哎呦我去！这也是没谁了啊，这答案。